我们现在要来试一下这个猪肉丸子。刚才那一串猪肉串还不错吃，然后重点是酱很好吃，然后有点辣。这是一体型的商场，还蛮大的。哦，他有帮我们开门的。他帮我们开门的。哎，对。那我们要走这边的，才会不会不好意思。这应该是吃早餐的地方。
每一层楼的风格都不太一样。这是四楼，三楼刚刚没什么东西。四楼还有附设按摩，还有健身房。小小的而已。应该有开放时间。哦，连接到五楼。五楼没什么东西，这是六楼。还蛮奇怪的东西。啊，应该是大象的鼻子吧。挺可怕的感觉。六楼后面还有一个交易厅。哦，还有一个健身房。到七楼之后就没有往上的楼梯了。不过七楼有另外一个设施，就是游泳池。我们买了一个烤鸭的零食，然后它有附配料，然后我们可以看一下。哦，它长这样子。然后这个酱啊，蛮浓稠的。嗯，微辣，甜甜的，酸甜的感觉。然后我们吃一下原味的。嗯，确实有一点烤鸭的味道，不过我怀疑是化学的。好，那我们来看下一个。这个是他写100%芒果汁。然后我真的喝起来真的感觉还蛮纯的，因为不怎么甜，然后还有带一点涩味，它应该把那个果皮跟果核稍微一点不小心嘎了一点下去吧，才会有那种涩味。
虽然这间店旅店已经有20年的历史，但是呢，它还是非常的大气。应该是说以前的就比较大气。我靠，哇，这店是古董啊！然后可以看到一点点的夜景，这边的景色没有很好。这个房间还附赠了一个手机，可以让你查讯息用的，它是简体中文版的。然后这个房间啊，他们是用磁卡式的，是磁铁，还蛮酷的。都是暗电梯吼，那个商城里面呢、啊，饭店出去就到了，哎呀、啊，门口呢，没有不，已经咱早早落来，哦，伊们开始用迄新电梯啊。